他们一起，对，然后再做。哦，这个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在讨论什么打包？对，有一个猫就是他们就跟我那是什么？哎，他跟你了？哎，好酷哦！对，就上午，然后两个人一起。优格之舞来，我等一下要吃优格，哇，卡哇伊。 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要往那个台北大巨蛋的上巨蛋的路上了，没错，好好笑哦，好好笑，真笑歪，笑死我刘海，哎，你拍我拍你，我拍你啦，你拍我，我拍你。 我们今天要进去大巨蛋啦，走！悄悄遇到谁了呀？阿贝啊！哎，早阿贝啊，素颜的阿贝，我素也超素哎。你是不是没什么差嘞？两三点还睡？五点呢？还是一样的早，带大家走一下。 早安，那个喂，早安。你要讲一个啦，你要讲啊，要讲啊，怎么那么合理啊来啊？哈，我厌世啊，几套在我厌世啊哈。套在我厌世，套在那么欢乐干嘛？笑歪。现在到了那个大巨蛋，我们现在在这边集合。那天来彩排的时候是第一次来到大巨蛋，然后今天算是第二次来到大巨蛋，然后呢还没有好好。 看过大巨蛋的所有的样貌长怎么样？今天呢，大概估计，哎，还没有时间可以去拍一下，带大家稍微导览一下大巨蛋。洗手间，高级，看起来蛮高级的。现在要走地下通道。他们一起。对，然后再做。哦，这个没有。 没有，我们在讨论什么打包？对，然后就是他们就跟我那是什么？哎，他跟你了？哎，好酷哦！对，就上午，然后两个人一起收。哦，那这个流程很复杂，但是会累。哈哈，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走进来的地方啦。然后这边呢，它都会有写，这是一垒侧。 闻起来就是都蛮臭的，因为很新，很就是一个很新的味道哎，才刚用没多久。哎，雅涵后面的外套是一个爱心哎，你这什么泡泡毛毛的飞天小女警的外套啊？你的身高比较可爱，你们两个好短，差了1公分而已，是蛮一致的身高。对啊。 为了那个1公分红包，有事吗？哎，然后红包我也报158吧。你不行啊，你红包太多了吧？哎，这是我们不，这是休息室哦。然后吉祥物啊。安奈奈，哇哇哇！哦，哎，这里面有厕所哎！阿娘维啊，休息室里面有厕所啦。 没上刘海是男生一定看不懂的，看不懂，我也自己也看不懂。你看不懂，你干嘛剪这个嘞？因为我就跟他说可以帮我剪短一点嘛，就变这样，太短了啦。哎，今天你初登场哎，大巨蛋。对啊。然后你还给我没上刘海成这样。是也是初登场。我是啊。对啊。但我不是重点，大家不想看我啊，想看你啊。你声音是重点。我声音好很多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哎，可恶。 哦，这是简易休息室。OK OK，我们上场1分钟，要在休息。哦，密集恐惧症，密集恐惧症。走走看，来，脚要抬高一点，哎呦，哎呦，偏顺哦，偏顺哦，楼梯偏顺哦。 大连人，你知道吗？这台语啊，对啊，大巨蛋啊，那小巨蛋呢？修两，修两，修两，修两人，完全太烂了。秀是日文吧？秀也不是日文吧？是那我。
你不是会日文吗 ？Hello。几加？哎，对对对，几加？哦，这是牛棚哦，好酷哦！连牛棚都是做那个人工草皮的，酷毙了！哇吼！哎，场内场内哦，踏入场内，踏入场内。观众席，哇哦！欢迎来吗？我们要准备跟日本的人彩排了，日本的啦啦队 Venus， 有请吗？我等一下要吃，哇，卡哇伊！我也会尴尬哦，吃谁？吃优格，啊，吃吃吃优格，拜拜。没办法，要优。十二要不要吃优格？你都不知道怎么启动吗？OK， 为什么跳那么帅？好开心哦！我们要去，哎，现在要干嘛？记者会。送礼环节。比较复杂一点，这是他们给我们的omiyage，然后每一个人都帮我们做一个卡片，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，谢谢 Yuri。然后我的这个居然有画图哎，居然有画图，可是我今天不是长这样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应该换发型了？比如说是谁？我你吗？哎、欸，说不定是我啊！而且原本没拿彩球，突然间哦，对啊，突然间拿个彩球。哎、欸，我很像那个演唱会在直击后台，你们要去表演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你们是明星哎！哇塞！啊，怎么短的明星？